大家好，我是杨峰，欢迎收看本期美股报信。这一期是针对2018年10月3号、4号，也就是本周的星期三、星期四的美股报信。自从美股报信开播以来，在过去约有3个星期、6个节目的制作，我们对散户做一个用基本面的分析，辅以现行的方式来分析和探讨一些股市还有类股他们的走势和可能的发展，并对大盘做一个判断和预测。今天我们就来检验在过去的三个星期六档的节目里面，我们的成果如何，我们的预测判断是否正确。如果您检验过去六档的节目视频，你会发觉我们在里面所讲的全部都正确了，我们的判断和预测都对了。当然有些东西我们如果没有把握的话，我们也就不说，我们只说我们认为可能的发展，我们做一个判断啊。各位朋友可以回到过去再看前面的六期来检验我们的说法。在来检验之前，我要先声明一下，刚有提到我们是以基本面来为主要的一个分析和探讨工具，辅以技术面啊。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大部分的散户都没有这样的时间和能力能够全面的学习这些现行技术。那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说今天在全球我们就以美国来讲，有许多的基金公司，许多的基金经理人，这些基金经理人有哪一个他不懂得现行的？都懂。但是我们看看，在过去从1980年代中期到2000年代的中期，大约20年的光景，是基金公司最辉煌的时代。我个人在过去曾经在1980年代末期，那时候在做软件的时候，曾经给一家公司叫 Nasdaq.com， 这家公司它在华盛顿 DC 地区，还有他们的研发部门是在马里兰州的洛克维尔 Rockville， 在那一边我个人有给他曾经做过一个短暂的短期的 high level 的 consulting。当时之所以会跟 Nasdaq.com 合作，是因为说他们的软件伺服器太慢了。在当年，如果你打一个股票的代号，比如说英特尔 Intel INTC 或者是 Microsoft MSFT， 你把它打进去之后，至少要两秒，通常会三四秒，它搜寻结果才会回报回来。这个速度在当时是不可接受的，太慢了啊！所以他们需要有人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但今天我们不是讲这个重点，重点最主要是说，当时在跟他们接触的时候，知道美国的基金公司有上千家，而这些上千家的基金经理人表现如何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在1990年代，也就是他们最辉煌时代的时候，一整年当中，只有 20% 的基金公司经理人啊，他们能够打败大盘，也就是打败 S&P500 的指数。那今年基金经理人打败了他的指数是前20名，但明年呢就未必了啊。所以就算是基金经理人，他们的表现多半将近八成都是比不上大盘的，那也不如你买一个 ETF 就好了。所以我们就只是一个证明，就是说现行这个分析呢是一个工具，但是不能够全部依赖，因为所有的基金经理人都是现行技术的高手啊。而对于散户而言，真的你只要能够稍微理解一下所谓的基本面是怎么去看啊。我们接下来就来检验过去的六期的节目中我们的对趋势的判断。今天有个消息是 JP Morgan 他发出了他要对中国的股票，也就是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要全面的降级，因为他预测美中贸易战会全面的开打，这对中概股会有影响。我们以前曾经有个视频，就说川普一个响指就让中国的金融股市就应声而倒啊，请各位朋友回去参考那个消息啊。贸易战开打以来，的确美中两国，美国跟中国的股市的走势完全是阴阳两隔，我们说阴阳两隔这不太恰当啊，就是美国的股市一路走高并且创新高啊，三大指数都创新高，但是中国的股市一跌，跌了将近三成啊。那前两个星期我们在节目中一再的说，由于美中贸易战升级这么庞大的数字，美国对中国总共2500亿美元的进口货物要加征关税，
而中国也反击，针对美国1100亿美元的进口货物加征关税，这么庞大的金额不可能会没有影响啊。那接下来我想要谈一谈，就说在网络上有一些自媒体，甚至有些大 V 级的视频的主播，他们曾经有一些有这样的说法，他们是说哦，中美贸易战要升级了，但是各位不用担心，美中贸易战其实是就要结束了，他们不会打那么久。个人是针对这个说法呢保留认为这样的说法其实是有点浮夸不能说不负责任，但是他的推理跟分析的确是不够缜密，我们以后会在系列节目中会对这个做一个更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我们接下来再检验一下，在过去我们有讲放马这六只股票，也就是Facebook、Amazon、Netflix、Google、Microsoft 还有 Apple。在节目里面有说到，个人是把 Amazon、Apple 还有 Microsoft 作为一个主要的观察重点，也是个人的主要操作重点。我们看看，当时对 Apple 是说，在三个星期前，因为Apple 要发布新机，它会有一波的涨幅，那几天的涨幅，但是新机发布之后，它可能就回归正常，结果我们的判断也是正确了。那后来 Apple 在前一个星期和这个星期的就是周一周二周三它的表现都还不错，涨破了230块哈。我们星期四的走势，今天股市是大跌，我们暂且先不谈，我们待会会再谈到。另外 Microsoft 微软在前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还特别的提到有人觉得说 Microsoft 这一支股票应该说用英文说是 sloppy，应该是这么庞大的市值，而且就是卖个人电脑的，应该是涨不动啦。但是我们节目一直有提过，就是说微软它在 PC 工业还有 PC 上的伺服器和个人电脑上面的软件，它的销售依然是还好，虽然是增幅缓慢，但是它维持它的基本面。但是微软现在把它的重点放在云端上，因为微软有庞大的个人用户群，所以它很容易的就将以前的客户转移到云端上。我们现在很多公司行号都是用 Microsoft 的365，就是在云端的 Office 办公室软件，加上它的资料数据库的伺服器 Database、SQL Server 等等，还有它的 Mail 等啊。所以微软在云端的发展不下于 Amazon， 甚至于上一季度还超过了 Amazon。所以在这方面，因为它的基本营收稳定，它的云端发展的趋势也很好，所以我们认为是把 Microsoft 微软放在我们的重点三大重点股票之一。至于 Amazon， 当时是预测Amazon 在走了一波冲上万点的高峰之后，它就回头会震荡在前两天这个本周的时候，它又涨破了2000块钱但是在昨天还有今天的时候，它是走了一个回调的路线当时是说 Amazon 因为在震荡，所以在低位的时候我们补进，如果不如预期我个人就是卖 cover call 或卖加倍的 call spread这方面因为期权的关系，很多人散户他不做，所以我们不做深入的探讨，这只是说明他一个方法另外对于 Facebook、 脸书还有 Twitter 我们也做了预测，就是说因为由于它有个基本面的问题，就是对用户隐私的问题，政府正在调查，所以它的反应会不如表现不会那么好Google 同时也是一样的原因。接下来我们看看中概股，中概股 BATJ， 我们这六档题目里面我们怎么说，我们说第一个，我们说京东它当初在前两个星期回涨的时候从25块多涨到将近28块，当时涨了两三天，在第三天的时候，我们节目的时候我们有这样说到，认为京东的股票的涨幅不可持续，就是 unsustainable， 因为它有基本面上的问题结果它在讲完之后它立刻就跌一路就是下滑的趋势现在是昨天是在25块今天是已经跌破25在20块。那对于阿里巴巴我们也是做这样的判断，因为在中国有三大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第一个，第二就是京东，第三个就是现在正流行的拼多多，代号是 PDD。 我们当时有说因为三强竞争的一个格局所以对他们的营收尤其是获利方面会有一些不利的影响阿里巴巴的股票在股价在这三个星期的走势也不怎么好。我们再来看看
NIO 这上位于上海的蔚来汽车，当我们来看看它的图啊，它在刚上市的时候是9月12号，上市第一天它涨了一些，然后在第二天的时候大涨，但在第三天就是周五的时候早上涨，后来过了一个钟头就回跌。当时在周五的那一周的回顾里面有特别的提到 NIO 这个蔚来汽车，如果它涨不上去，那接下来就会盘整，是一个震荡期。为什么盘整？因为盘整是为了要决定它是要接下去要上升还是往下走啊。我们都说股价嘛，股票它的股价走势其实就是要讲一个故事，如果故事讲得好，让大家觉得憧憬，那么它就会持续上涨，就是有梦，有梦可以做。而当时蔚来汽车上市的时候，市场的定位是说它是中国的 Tesla，给他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梦哈，所以头两天大涨，又是第二天的时候，当时我也做了一些短线的操作，但在离第二天还有第三天都全部卖掉了，因为觉得不可操作哈，不认为说它真的是一场梦啊，我们的判断也是对了哈。我们接下来看看百度前一期有说它在涨。回升的时候涨破了230块，但是要注意啊，这时候可能是一个跌升反弹，它可能是一个糖衣毒药，所以就是不要轻易加嘛啊。就后来它就回跌了，当天它就跌，就一度涨到230，后来就回跌，跌破230，变成228收盘，最后也是一路往下跌啊。我们在前几期有讲到京东的时候，我们特别有一个主题，就是说当股市股票跌升反弹的时候要小心，这可能是一个糖衣毒药，是一个陷阱啊。对京东来讲也是如此啊。那百度它也是这样的情况出现啊。而对于国债，美国国库债券，我们的讲法是更有意义啊。在前几集的节目中，我们一再的提到说，自从8月24号以来，美国国债价格一路下跌啊。8月24号那还在我们做节目之前呢，因为它一路走跌，我们特别的提到，如果跌的时间长了，这不是一个好现象，不是一个好消息啊。我们最好的现象是说国债跟股市一起涨啊。但是国债当它价格一路走低的时候，有好几种情况，可能是外国在卖，也有可能是本国的人投资人看空未来国库债券的走势，或者说期待利率会上涨，而利率上涨对股市并不是一个好消息，那还要看其他的情况啊。国库债券在上周三的时候，上周有一个反弹，尤其在上周三的时候，当联准会宣布要升息一码的时候，因为符合市场预期，所以上周三国库债券价格是上涨的。但是到了星期四和星期五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维持一个平盘的一个局面。我们在上一期节目也有讲到说，接下来国库债券价格的走势，我们要保持观察。在上一期节目我们又提到，在这个星期一，就是前几天周一的时候，因为国库债券它涨不上去，它开始下跌，我个人是趁这个机会认为说它没有办法再涨上去，所以当场就加码了卖空的部位。在节目中有提到说我加码是差不多3成多4成这样子，很不幸的到了第二天国库债券涨了，是不是去判断错了？并没有，在星期三的时候，国库债券就大跌，就是昨天的时候国库债券价格大跌然后接下来是今天的时候依然是下跌。那不仅如此，今天还由于在亚洲股市有这么个消息，就是说在美国时间的昨天的晚上跟半夜的时候，亚洲股市大跌，因为有传出个消息， CNN 放出一个消息说美军将会在台湾海峡做一个军事演习，为大约一周一个星期的军事演习，这是针对中国在南海还有东海方面的它的军事行动的一个反击，并且一个警告。因为这个消息，昨天亚洲股市全面下跌，那今天也拖累了美国的股市的走势并且特别是说现在是因为是美国股市高档的时候，一有风吹草动，当然就引起卖压这个证据就是说，其实美国股市今天开盘的时候跌幅并没有那么大的包括亚马逊 Amazon 它今天开盘的时候还是上涨的但是没过多久，大概10分钟15分钟内它就往下走了。我个人呢当然是一开盘就二话不说，就赶快加码卖一些 call spread
就是把损失能够弥补一些回来啊。所以对我们的过去的判断，我们六档节目的判断和预测，大家有兴趣真的可以回去再回头再看一看。我们在这里也再次的声明了，我们节目的对象是针对散户啊，因为散户他对信息有一个弱势，并且散户也不可能做收集太多的资料，也不可能做很多现行技术的分析，所以我们是针对散户，我们将我们的经验，将我们一些判断来说出来，但是我们任何的说法都不是让朋友们您作为一个买卖进出的一个参考啊，我们只是提供我们的分析，提供一个思维的模式啊，我们这个思维的模式，我们将个人的经验分享出来，你看到我们的个人的经验，你可以参考说，如果换成是你，你会怎么思维？比如说对国库债券，比如说对于跌升反弹的股票，是不是糖衣毒药？要做一个思考，把这些警讯放在你面前，当你在做判断、在做分析的时候，你就有一个参考的一个依据。我们是这个目的啊。另外要提醒各位，11月6号是美国期中选举，现在也差不多只剩一个月的时间啊，大家要把这个日期记得啊。另外呢，今天是10月4号。下个礼拜就开始是美国上市公司的第三季度报告开始的时候啊，这到底是说季度报告是好还是不好啊？不好肯定是美国股市大跌了，因为现在是在高档的时候，如果上市公司季度报告不好的话，那就会拖累大市，会往下跌的啊。我们也不敢说跌多少啊。在过去的几期节目当中，我们不断的提到说，美中贸易战升级，这么庞大的数字和金额不可能对股市会没有影响。我们也多次的提到说，这几个星期以来美国国库债券的价格的下跌，也就是美国国库债券的殖利率不断的攀升，这对股市是一个警讯，我们有提醒投资人要当心，要注意这种情况。果然今天10月4号美国三大股指大幅的下跌，这充分反映了我们刚所提的这两个因素，也证明说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们今天节目就说到这里，喜欢我们的节目，喜欢我们的分析与推理的话，请您务必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会。